喂，小小，你在哪？哦，我在家呢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不是说好了不会再不接我电话了？我刚才一直在洗澡。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洗澡？我刚回来。哎，今天放假啊？你去哪儿了？公司临时有点事儿，把我叫回去加班了。你不会还没吃饭吧？我吃了。那就好，工作是工作，永远不能为了工作把身体给耽误了，身体第一。嗯，你照顾好自己啊。嗯，拜拜。我要你想个办法，让严小成离开公司。好的，郝总。你的这些单据里面有弄虚作假，你要知道，因为弄虚作假欺瞒公司被开除的话，想要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就很难了。所以你要清楚。我清楚，这种诬陷的事情我明白。诬陷？你说话注意点，本来公司是可以大事化小的。对不起，朱总，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承认？这是我的辞职信，还有这一堆是你布置给我的任务，我全部完成了。也麻烦您帮我转告侯总，是我主动提出辞职的，他开出的所有条件我都不需要。谢谢您。根本就不懂我，他说那些话，要是别的女孩，早就被他吓死了。我一点都不怕，但是他说的也没错，这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是两个家庭的事情，我怎么办？我倒觉得，就感情啊，就是两个人的事情。就像我跟你妈妈，你看这么多年遇到很多困难，但是你什么事儿都有商有量的日子，不也就过来了吗？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可以去问问他，他会给你答案。喂，你今晚
晚回来吗？长沙这边的事情刚忙完，但是我暂时回不去。刘总让我去临江见两个重要的客户。没关系，你忙你的吧，你好好工作。我也正好能好好休息一下。好的。我得赶紧回去收拾行李了，我还要赶去机场呢。等我到了临江跟你说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沈侯，你会听从你妈妈的话吗？你会先转身离开吗？你会坚持下去吗？人生有无数个我想逃的时刻，但在这一秒，我却想迈出这一步，去面对，去尝试，去确定，那个在我心中占据全部重量的人，我在他的心里是否也一样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1207没有人接电话，应该不在。您看要不要先跟朋友确认一下时间，或者是在大堂先休息一下？哦，稍等一下。在干什么？刚吃完饭，在酒店附近的湖边散步。虽然住在湖边，可白天要陪客人，压根儿没时间看风景。哎，对了，你到底要给我寄什么呀？我能先把行李寄存在这儿一下吗？没问题，您在这儿签个字，然后留一下手机号。帮这位小姐寄存一下行李。好吧。请问湖边得怎么走啊？这条路走到底，左拐，然后右拐，穿过餐厅就是了。OK， 谢谢，不客气。小小。现在太阳落到湖面上了，好美啊！如果此时此刻你在的话，我就能可以跟你一块分享了。小小太阳，小小云雪，佯装无意从回忆口袋掏出了想念，一如初见。青春的一语淡言都值得我深陷，涌现的眼泪滴答天。对了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你到底要寄什么东西给我？寄我呀！Surprise！ 依然没变，小小太阳，小小云雪，佯装无意从回忆口袋掏出。没想到吧？看什么？我在看我这一生中最美的景色。
人住这么大的房间，还是一张床。刘叔给我订的，他本来给我订了一套房，我说用不着，太浪费了。所以其他同事什么标准，我就什么标准。那不应该是标准间吗？标准间不是两张床吗？那也浪费了一张啊。而且，你不来了吗？这张床正好跟我们两个睡。我现在浑身是臭汗，我去洗个澡。哎，这居然没有窗帘啊！对啊，没有窗帘。那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那我怎么洗澡？对啊，就这么洗呗。行，得拿浴巾挡一挡。但是，这挂不上去呀。挂不上去怎么办？嗯。哎，你个子高，你给我挂那儿去，帮我挡着。没用。哎呀，你去嘛，你去嘛，你去嘛。你走开。怎么了？快走开。怎么？走开。好呀，电光玻璃。我说怎么能没有窗帘呢？这下失望了吧？我觉得你才失望才对，一会儿没看。你给我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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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门给我带上，快点。喂，江哥。小沈啊，赵总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临时空出来时间，可以和咱们见一面，就在楼下二楼那个茶餐厅。那你现在下来一下。现在？是啊，现在啊，怎么，不太方便吗？啊，不，行，当然没问题，我马上下来。早安，小小。早安。哎呀，一睁眼就看到我这么帅的脸，是不是觉得特别幸福啊？嗯。注意你说话的态度，我的员工。我很幸福，我的老板。你几点起来的？6点多吧。那你几点回来的？1、2点。你岂不是都没怎么睡啊？我因为今天行程有变，我提前起来安排了一下。你去见客户不得穿正装吗？谁说我要去见客户啊？我昨天加了班，我让江哥给我放了个假。啊不，我跟江部长请了个假。我今天只属于你。嗯。你严小姐啊，今天是我最尊贵的客户。好，我要给你一个难忘的一天。快起床了。嗯，好。怎么样？这也太漂亮了吧！这是你自己一个人弄的吗？当然了，让我起那么早，好看吗？
好看啊。还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。这要怎么弄？这个叫爱情锁，要把两个锁头锁在一块儿，这样我们俩就永远不会分开。那挂哪儿啊？锁在这儿，来一起。一二三，这就叫所爱一生。那我们还要写点什么吗？有这个。当然了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好嘞。来写。嗯，我想想啊。怎么不停啊？拒载啊！这是投诉他。车牌号多少？没看。再等等吧。哎，干嘛呢？快来啊！去不去维多利亚？哦，不去不去。他不去。不去啊。打不到车哎，没事。对面有没有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去不去维多利亚？有点远啊。没关系的，走了，走走走走。师傅，嗯，绕路吧你。没有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呀，很远的。你当我傻啊？师傅，靠边停车。在这儿停车啊？我让你停就停，靠边停车。好好好，停停停。哎，还没给钱呢，118。哈，钱是吧？那，给你啊。那就给您100，不用找了。哎，你还不走啊？你再不走，行不行？我打投诉电话。哼，绕来绕去，你气死我吧你！小小，咱们走。啊，这怎么搞的？刚才下车的时候着急给划了。都怪我，早知道不下车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来，我背你。哎，走吧。放我下来吧。怎么了？走了一路走累了，放我下来休息休息。没事，我不累。快点快点，放我下来。那好吧，那就在这儿歇会儿。嗯，你慢点，慢点慢点。坐这儿，我看看。没事了。没事啊？没事。笑笑，我本来是想给你一个特别浪漫、特别有意义的一天，没想到弄得这么狼狈。一点都不狼狈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在哪儿都好。
怎么了？你等我下。你找什么呀？哎，不对啊！怎么了？笑笑，我本来想今天送你个东西的，但是当我把那个巧克力弄丢了。怎么在你这儿啊？下车的时候掉的，然后就捡到了。你要喂我吃啊？笑笑，上次跟你求婚的时候，你没有当场答应。后来我想了一下，可能时间、地点都不太合适。我后来又想，我一定要再找一次机会，再跟你求一次。这对戒指，我上周就买了，一直偷偷藏在身上。我一直想，找一个最浪漫、最适合的时候，把它给你。我想，就是现在了。笑笑，你是我这一生认定想要的那个人。燕小晨，嫁给我吧！我想一直陪伴你，照顾你，保护你。如果你妈妈不同意怎么办？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？我妈她又没见过你，你怎么知道她会不同意呢？我是说如果。你听着，你喜欢的人是我，你想嫁的人是我，不是我妈，懂了吗？而且任何人都不会让我们分开的，任何人。严小晨，嫁给我吧，我爱你。Thank you.
瞧。你去哪儿了？电话也不拿。我去买早餐了，就在这儿待一会儿，挺舒服的。坐会儿。回去之后好好在家待着，我这儿一忙完我就回去陪你。我舍不得你，爸爸。走啦。哎，再抱一下，再抱一下。好了，拜拜。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。安全啊。魏彤，我饭卡丢了，借你的用一下呗。你不是都毕业了吗？谁说毕业了就不能回母校看看呢？我重感情行不行？哦，学弟学妹刚刚入学你就踩着点儿的来，我看你不是重感情吧？你是回来泡小学妹？哎，你那辆豪车呢？停门口了吧？哎，你别扯这，咱俩不是亲家来着吗？
拿着吃去吧。那你吃什么呀？我吃的那家很辣，不适合你。辣的太好了。真的吗？我太能吃辣了。光姐辣了。这个不错。我不要不要装，这是什么酒？这不辣，这好吃，吃这个。还不吃这个。哎，你尝尝这土豆。太辣了，你这做这个菜。哎，这个好吃，这好吃。你尝尝这个，这好吃。我不尝，我去涮一下。来，那太好了。卡。哦。等你啊，贤惠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小姑娘。你这么能吃辣啊？没有，我朋友比较爱吃辣。哦。拜拜。喂，小陈，你怎么来了呀？算了，先上去吧。你和沈侯吵架了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啊？我没有离家出走，就是辞职了。所以现在不想在他们家提供的地方住。那你不还是和沈侯吵架吗？真跟沈侯没关系，他妈不想我俩在一起。为什么呀？最古老也最有力的理由呗，门不当户不对。沈侯他妈还活在封建社会呢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自力更生。为了证明给他父母看，对。那沈侯知道？他现在在忙一笔很重要的生意，所以我也不想让他分心。等他回到再跟他说。那你工作找到了吗？我现在履历那么不光彩，找个正式的工作挺难的，有可能得一两个月，有可能得半年。可是我现在只要一睁眼我就得花钱，所以呀。让我赶紧赚到钱，越快越好。那你不会又要回酒吧工作吗？酒吧肯定不回了，那跟我现在的目标不符。哎，我听刘星辉说吴倩倩他们家有个公司，那还不如回酒吧呢。我跟你说了吧，是吴倩倩。同时向学校和公司举报了我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沈侯吗？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因为沈侯，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完全是。你想啊，他从一开始跟我当姐妹，对我那么好，其实出自于他的优越感。可是当这种优越感一旦没了，他就变得有点不平衡，什么姐妹情也就都没了。那你们算不算塑料姐妹？这事儿你也别给我往外说，特别是沈红，别让他知道。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不能让沈红知道？就沈红那脾气，他要知道他能干什么？推一事不如少一事啊。我现在先把我自己的事儿解决了，所以我打算一会儿去一下人才市场。再去找房屋中介看看房子，我行李就先放你这儿寄存着，好吗？嗯。其实我宿舍要是没有人的话，你住我这儿就行。哎，
自力更生嘛，加油！我记得你最不爱多管闲事。魏彤，呀，嫂子也在，这么巧。呀，张玉环，哎，你是昨天没吃过瘾是吗？又来借饭卡？不是，我专门来回请你。你正好小陈也在，咱仨一起吃吧。哦，我和你口味不同，不适合一桌吃饭，改天啊。我先上去了。不是，改天是哪天啊？魏彤，阿姨，你看你又瘦了，多吃点。走了，阿姨，要谁要小陈，咱俩一起吃吧。咱俩吃什么？我还有事儿。不是，等会儿。魏彤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啊？他喜欢有趣的。拜拜。有趣。我不挺有趣的吗？喂，你好，刘总。最近怎么样啊？嗯，挺好的。找到工作了吗？还没有。哎呀，现在社会竞争很激烈，别说你这样没有学位的人，就是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找不到工作。小姑娘，别太倔强。侯总说了，只要你答应远离身份，他马上给你安排个好的工作。谢谢您的好意啊，我不需要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是严小晨吗？是，我是。啊，我们这边看了你的简历。我们是一家做金融理财软件的创业公司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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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兴趣。小沈，辛苦了啊！这次多亏了你，我们才能提前一天结束工作。嗨，过奖了，江哥，还多亏您经验丰富啊！我这次跟着您去，我算是大开眼界了，我学了好多东西呢。哪儿的话，哪儿的话。你回不回公司啊？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不回去了。行，那我回公司打个卡。做个收尾工作。哎，好嘞，拜拜，江哥。对了，啊，这两天也没什么工作要办了，那你给你放两天假。谢谢江哥，谢谢江哥，江哥拜拜，拜拜。师傅，来喽。走吧，师傅。